你们好，我是 Ellie， 欢迎来到 GoEast 中文节目 Beyond Class。 今天我们学习这个词，什么鬼？卖杯子啦，卖杯子啦。老板，这个杯子多少钱？1200，不还价。什么鬼？你看，这是我画的吸血鬼。什么鬼？这是吸血鬼啊。如果一件事情让你觉得很奇怪或者很惊讶，你就可以说什么鬼。这是一个非常口语的词。好了，这就是我们今天学习的内容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，记得给我们点赞、关注和留言哦。我们下次再见。